最近有好多唔同酒店嘅 staycation package 啊，而呢间酒店咧，佢就推出咗最新 package， 就系会送同房价嘅 dining credit 啦。咁即系话你嘅房价1250咧，就会送你1250嘅 dining credit。到底抵唔抵咧？我哋 check in 先。check in 嘅时候，除咗出示身份证之外，仲要出示 passport 同填写健康申报表。呢个 package 有两种唔同价位嘅房型选择。睇下间房先，咦，其实都唔算细啊。虽然冇海景睇，但系呢个城景都 OK 喎。咦，其实都见到半个维港喎。个 package 咧就酒店开业25周年而推出嘅，大家可能会谂啊，房会唔会好旧噶？其实都还好嘅，因为佢都安排咗喺新翼呢边，新翼咧都系上年先开，所以装修都叫做新。呢个 package 咧，仲有另外一个房型嘅，就系套房啦。佢面积咧就比头先嗰间 double 咗之余咧，仲多咗个客厅。房咧就系呢一度。你见啦，房咧其实就阔落咗啦，而且仲可以一起身望到呢个城景，仲会望多咗个海噶。咁就唔怕同朋友或者另外一半争电视啦。客厅侧边仲有个迷你吧台。浴室就大少少，改用旗杆，干湿分离。房虽然只系睇到黄埔城景，但去到泳池咧就可以望到180度嘅无边际港景。系时候睇下酒店嘅餐饮选择。check in 之后咧，可以过嚟食个 afternoon tea。至于晚餐，可以考虑米芝莲指南推介嘅炉端烧。当然都有港人最中意嘅 buffet 啦。拎嘢食嘅时候记得戴口罩同埋先消毒对手。入住客房会送1250蚊嘅 dining credit。如果唔想保钱消费嘅话咧，可以考虑 check in 之后去食个下午茶，再去饮杯 cocktail 放松一下。夜晚个餐咧就可以去黄埔伊土。第二日仲可以喺酒店食个自助早餐，当然可以将所有 dining credit 留到第二日喺炉端烧度食个饮食 brunch。dining credit 多咗，自然选择都多。晚餐可以选择自助餐或者喺炉端烧食，然后按个人喜好咧选择当日食下午茶或者第二日食个自助早餐。但是我觉得既然难得放假，使多少少都可以嘅。